随着乡村爱情里刘英的扮演者蒋一山的大婚，赵本山旗下的女郎们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。近日有网友曝光了赵本山旗下的十大美女，他给这些美女们进行了排名，排在第一位的当属赵本山的杨徒弟，最后一位是他的小姨子于月仙，赵本山先生第49号弟子陈美心排名第一。1986年11月26日出生，新加坡人，新加坡著名歌手，代表作有《瞬间》《爱着你》，在电视剧《关东大先生》中饰演香菱。于月仙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2班，现在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，已经主演了《乱世有晴天》《乡村爱情》《马大帅三》等近30部影视作品。但作为实力演技派青年演员，他仍然心系剧场和舞台。凤凰视频整理报道。